谁呀谁呀，我没做爸爸了，我要做爸爸了。那啊，亲生的就是不一样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陈雅婷拿出这张合约要干嘛？你现在直接问我，问我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当你的假老公。啊，如果你是真心希望雅婷幸福的话嘞，啊，你们就要帮我想尽办法撮合雅婷跟齐天嘛。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生米煮成熟饭吧？我希望你可以留在我身边，陈雅婷。我会继续留在这里，留在你跟小幸福的身边。我们是假结婚的，我现在是你最不希望我变成的单亲妈妈。你说啊！